疗机构间的检查互认，我觉得这是必要的，这无疑对减轻啊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负担。你像我的科室啊，比如说拍个 CT 啊，我一看这外边的 CT 拍的质量还可以，我们能够看明白啊，这个也能够给解决问题，就不要再做了啊。那么再做呢，其实资源的浪费，还有一条呢，实际上提高了我们的医疗的效率啊，就不用再额外检查了，再等了啊。互认其实这里边也有一些问题，就是我们一定看什么样的检查能够互认啊，什么样的检查可能还真得重复，通过机器完成的可能还好一点，那有些检查需要这个体现出它医疗技术的水平，它有一个实现，因为有些疾病呢它是在发展啊，或者有些检查结果呢时间长了那它实际上就失去效力了，所以这个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啊，所以这个互认的问题那还是要看啊，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